这个家伙还想开了，还想来带我去旅游，说喊我穿厚的，这是走哪儿口？是走新疆吗？西藏吗？拉萨？啊啊啊别得慌，这反正这段时间都没啥活路的了。明天我带你去旅游，要得不？旅游、巴游，你以为我不要得你嘞？你要带我走哪里旅游嘛？光后边阳角山吗？还是黄果山吗？还是看你要大田坎吗？哎呀，你咋不相信我呢？我真的带你去旅游啊！这回嘛，咋我都要去四川省噻？真的吗？假的？你不要唬我哈！你往我家妹子说带我去旅游，要么就在哪儿猪兜兜头站哈儿，不是就带我走坡去给找柴的。你看嘛，你连我们两个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得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？真的啊？你说二货，你肯定去哄我的。我们两个车子都没得，还去旅游哈，还出四川走路去啊？我带个碗，带个棍子啊，我带上你，你带上碗，你负责哭，我负责喊，嘎。没得车子的还不简单吗？我找个司机嘛，讲究是没得娃儿的。就当我们出去约个会，带你去散下心噻。要得要得，这个要得。那我们好久去嘛？跟你说了，你明天就去啊。你要去噻，你要收拾点厚衣裳，要穿厚的哦。那边只有30度，23度。要得要得，我们明天几点钟去嘛？我今天晚上就收拾几个客气都不是，就等到你明天带我去。还等到明天？你想着收拾衣裳裤儿，把衣裳裤儿换喽。今天晚上就走马尔代亚去歇，明天早上多早的搞不赢，带跟把妈和外公带进去录去。要得，你到底要带我出去旅游不？那我给换衣裳去了。你快给换嘛，我裤子湿了。要得。这个家伙还想开了，还想来带我去旅游，说喊我穿厚的，这是走哪儿口？是走新疆吗？西藏吗？拉萨？走这些东西，这些地方才冷的吗？你收拾鬼没有？我收拾鬼了。那你快走。老婆，我们要出去当过两天了哟。我这一个随行之僧都哪儿过了？去哪儿了？去了四川了。跑那么快呀？还跑得快？你看你睡了几个小时了，上车就在睡。你来一出来呀，上车就该睡觉，睡得觉主人嘛。你出来耍耍耍，看个屁呀！你别在屋头睡，睡一会儿安逸点。俺坐车在这车子给坐起坐着，不睡瞌睡。本来晚上就没睡好，我不睡瞌睡，我耳根一多扭两下，我就开晕车了。哎呀，这里啊，这风景弄好了，再接着耍会儿嘛。来嘛，停车呀，耍会儿。哎呀呀，这一下这树子好漂亮，这下。我们那边好像没那种树子的个。哇，这是水沙，哎呦，你看这下好。那这是保护树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整成我旅游的了。哇，你看这头，那农户家人在这耍。我就说，这是只来专门整那些耍的公园的。哎呀，我还是拍个照来做纪念。太好看了，你还帮我。哎呀，这是上班太阳坐在这儿喝茶，真安逸哦。二哥，你是出来想想，那这公园耍的地方咋可能让你来这里头喝？我有点休息了。你要喝嘛呢？你自己整个杯杯，整点茶儿嘞。来得有个太太在那儿坐着喝嘛。你瞧，这儿路都连大路都在那耍，你看那家心。人家是自己修的路，那条路都连大了呀。咱家是在弄光水呀。那俺修的，俺是你打的。外公骂你们了，来一辆弄远的，弄漂亮的风景，不拍个照啊？来嘛。快来，外公来给你拍个照。来，还是讲嘛意思，还是纪念一下，家家子的嘛，我们还是穿旅游一套。走走，你看外公站中间。哦，来嘛，外公站中间，那我弄个嘛。哎，不要站中间，别人你个人高点。哎呀，到底站哪边哦？哪小的，今天哪大了还拍不到。你站在中间，俺才拍弄个。弄个。哎呀，外公。外公看这里。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个无人机在拍。别打了，你饿没有？
你没我妈呢，外公啊妈没有过噻，我们先去吃饭，然后等饭吃了边刷边走噻。啥意思？你还带我们撒馆子啊？撒啥子馆子？随便吃嘛，意思嘛，要出来耍，都花钱还要去吃馆子。反正哪个钱要走？吃一馆子哦。馆子，今天我直接带你们去搂蟹吃蟹走。你看那里人多的地方没有嘛？我们就走来的去。啊？你不是说带我出来旅游吗？原来是带我出来走人户的啊。嗯，带你来有酒大妈吃，有旅游，跟到有农园的来旅游。啊，还不好啊！他说的是带我出去旅游啊，他们俩是来走人户。旅游嘛，就是一边跟他旅游，一边弄累了嘛，觉得吃酒到晚上不行。我本来是带你们出来旅游的，那如果掰都掰起了嘛，就顺便给吃个酒到会儿噻。我还以为当真带我出来旅游，他那半天是吃酒，自己出来吃酒到会儿了，害我白高兴一场，我还收拾打扮的高兴酒了。